这个读乃是兔米油，乃是兔米油。对，还对，你把孩子都教坏了。你家孩子学英语是不是也爱写上中文音译呢？赶紧让孩子改掉，这样不仅会让孩子发音不标准，而且死记硬背，之后只会更难理解。长期下去，家长也只能干着急。学习英语一定要找对学习方法。星星从以前的花样百出到如今的自主专注，我就用了一个好帮手——超级牛奥 Pro。先给星星做个评测，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后进行推荐学习。这里面自带丰富资源，语文、英语的各种知识点，星星也能随时询听，讲解清晰易懂。之前要我给他解释好几遍的内容，现在他自己听几遍就能理解了，学习效率很明显。而且超级牛奥 Pro 可以读70000家绘本，都是中文发音，准确悦耳，相当于给星星请了一个24小时的小家教。孩子在趣味中互动读写练习，家长也可以用 CEFR 测评标准去检验成果。星星现在进步很大，而且现在他自己对英语就很感兴趣。遇到不会的直接拍照识图，还能走哪学哪，玩的过程就学会了很多单词，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方法，让孩子有动力有效果的学习，妈妈们才能更省心。